对，可是38年前就设了啊，他现在主力线也很起来，你知道社团的恭喜有你他没有？哦，所以应该我办个谢恩老人给他恭喜一下，哦，对不对？他们也努力啊，很努力去办的啊，办证的，挤出些成绩来，那、啊、你说人家给他的掌声也不公平，个性的人都要这样子，都要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政府才要这样做嘛，因为这是开场性的一个结构啊，所以虚拟舞台，这是虚拟舞台，一样的，以后你开展出去以后，你下面的分机场就是你的策划区，就是这样，一层就是这样子啊。这虚拟舞台的部分不容易了解，或许为了这个还跟我们老讲师啊切磋了很久，然后老人家他想到的就说，那活动不是空了吗？政策不就空了吗？不会啊，林老师，明天政策还要大打扫，不是我自己在扫，不是你这个仪器扫，是有全部人都在扫。他老就担心说啊，那这总裁就没有人管了，不会没有人管啊。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领导群的世代交替，这慢慢我们老了嘛，我们会死啊，对不对？只早晚而已嘛。那这个就是要你有这样的一个规划。就世代交替的一个群体出来，但他会有一个形式上的主席，或者希望说我们将来的领导群，不要说群就群龙无首，那是最高境界，因为我们不是中心，我们这里还是有一个形式上的负责人，这样还可以。那还另外巡回督导制度，就是这个检视督导，欧永庆哈，他的企业有一个督导小组，他看一看你这个不合理。观察有什么不合理？观察，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关头条嘛。我们看一看，你是不是要加强？所以我们的区长啊，各位要有心理准备，将来因为我们都会走的嘛，将来那个国外道场、国内道场，国内还好，国外道场，我们各位联师、各位区长要去巡视啊。那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规则，看一看，哎，从那分析就知道哦，你哪里有缺点，那你要加强，这是。我们在慢慢学习的啊，还有强化承建组的功能这个部分啊，还不断的增值，也就是说承建组要每年的增加，各位，每年不增加哈会很惨。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承建组10年没有动，没有增加过，其实很大的危机。我们上层建筑非常稳固，下层是虚虚的哦，所以这个部分哦，我们希望各位区长都关注一下啊。这是属于传统的这个教会，牧师是最大的负责人，底下哦一个人哦好多单位派一个人做，这有点像那个蒙德对吧？1分的11，啊、哦、就这样子，那这样子那是过去的，所以它会有功能上的一个极限，那这是属于什么？属于细胞小组教会，我们的结构老师讲的，感谢耶稣，是现在的细胞小组教会的做法。他比较区长，这位区长从哪里来？从这里来的。牧师下面还有地区的牧者，地区的牧者就有点像高雄区那个负责人，因为我们他教会很广啊，所以这个人就像区长，就像分区长，就像小组长，我们大概是属于这种这样的一个进程。那这样的结果，一个传统教会不到1%的，他的教会常住的人超过2000人。到1%，可是他用这种架构推展的教会，一个教会可以到60-70万人，各位，你不能不说这个架构的震撼。那后续要告诉各位就说，你不要看别人的3分3，真的。为什么一样是耶稣，主耶稣，2000年后的人，他把原来的缺点，一个人管了很多事，所以后续跟阿雄在。第二是，我们声名在外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办那个精进班，我唯一的秘诀就是精进班，一人一度精进班嘛，就大家向心都很大，就向着老母，向着前人，向着正和，就一年的能量，八天里都有电的。结果呢，他们跟一个地菩萨、地点师，我们也要啊，因为我是负责请，他说要你不能不给啊，然后他们怎么样，全部的人都参加。分组讨论的时候。这到底在哪里？每个其他系的点燃师都到一个组里面去，全部集合起来在那边讨论。那我们都一定分组，我们大概有7、8个佛堂，7到单位，
那个黄鸟就是人鸟齐飞，摸头啊，很厉害，暗战啊，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他们传统就是像妈妈放心孩子，那我们像让你去尝试，让你去承担。所以，姐姐，为什么细胞生的教会可以创造2000年来没有办法创造的奇迹？老实讲，我们是结构主义，给自己掌声一下好吗？但是，革命尚未成功，为什么？我们前半部收割了，我们的小组变成灰机灰的区的工厂，可是下面我们的新兵入伍没有人管，教育班长没有人教育，我现在是切在基层，所以各位拜托各位，你是工厂，你就把它变成九组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我套一句，昨天我们邱区长跟他的工厂负责人讲好。所以现在不分了，有难分难解，有更难了、啊。是人才就把它分了，也就是有道理的、嗯。好，再来这个一潭一蓝海的愿景，这也很重要。那一潭一蓝海，其实要挂号，一个分区一蓝海，所以候选人特别指明，公潭或分区要自己的。安身立命的脸谱，像一个菜名，那菜够一样的哈。那或者是亲子读经班，或者是校园志工队，这个部分还要加成，这个部分你留下来的太少。整个阵容啊，不是吧？以前呢、啊，一个年级大概留2个3个就很厉害了，那是不是吧？啊，像这个志工队真的留下来，那个我看那个居长啊，黄讲师那边经营算不错。啊，其他部分社会界还要加强，可是志工的部分。深入家里头去，这个部分是用心的，所以这样要加强。然后讲座或读书会或社群班，这些我们再来想办法，可能我们要想一个办法，至少今年推出来，帮助那些新的分区，如果去有一个祠堂，有一个菜供，让他养鱼，让他撒种子，不然他们怎么成长呢？他没有办法成长的。所以这个老实讲，光这个观念呢。我们就很先进的，我们看到问题哈，所以我们要办联招会，或者是中大型的联度事业成长营，就是学那个佛教的某些单位，这个是我们一起来做的，一起来做。但这个我们都很忙，所以要如何忙里偷闲来规划，可能要请那个研发组，现在没有什么市场研发了嘛，你应该研发这个东西，哈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是10年为期，壮大三倍，就开2堂出去，壮大三倍，不断的做好，不断的做。所以这里还是跟各位复习一下啊，这个再来是旅，就是人力系统，就是开道的职业系统，全部都是，然后师祖、志工、职工的系统。那我们导演下要有3种人，正常的就是领导人，要有德性，要有智慧。要狼就是开道成前透。就是敢承担的人来，肯愿意当组长的人，当分系统的人，这就把它挖掘出来。你说经理人才很难找呢？错，人才是越用越像人才，各位同意吗？你不把他当人才，他就不是人才。我们看小孩，就是这样啊，不会啦，他还小啦。像我们像那样子，已经搞了轰轰烈烈的事情了，为什么我们要限制他的机会呢？所以说，年轻部分的狼。要把它找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年长的社会界的狼找出来，给他开到整个体系，让他就业体成长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的区长，像个样子，搞了20-30年就像个样子，不容易，我都很感谢他。没有一个别人是一个负责人，像后天这样子可以跑来跑去都没有事，为什么？区长带动配合，有什么别人事？你看，你跟区长的掌声一样。再来，他们的狗是不好听的、啊哦，我们都当狗，因为候选跟别人是当道主的狗，忠心道主。不过我们也很重要，我们很多的策略策划都是我们在推。那所以始祖投入道场，这是资源体系啊，千万不要说只偏用在这里。但是这个也很重要，我们新人才可能叫他办道渡人很难，先从这里来啊。这个张讲师下一个哪个会谈？所以这个始祖是制造系统，以建立基础，然后来培养人才，
慢慢培养他变成拿加温的哈，提供新人才参与服务的管道，循序渐进成长，建制多元平台，经营不同类型的道亲道友，以留住人才为要务。人才他不要一下子叫他开完会嘛，一下子叫他就上新人班，一歪啊，因为十个人里面有三个会进晚会，十个开完会的人有三个会进新人班，剩下七成的人，你要想办法去找他。所以以后我就建议，我慢慢思考一下，以后求到那一天，你就想好，请问文宏，你要参加什么组？求到那天就可以问他，啊，你的专长是什么？如果以后有机会，你的什么组服务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你备好这个，备好这样的一个，你的一个组长有这样的一个，哪怕没有公差就有，而且鼓励他，陪着他去，不要让他受伤，就很好。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，我们这个始祖来练兵，有请各位，好消息来了，崇仁在隔壁，离崇仁最近的道和堂是谁？郑和，所以公差一定很多。各位，你没有准备好，我们这两次都要去当公差了，我们保护堂插上去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啊，还有最近的公堂就是郑树，所以我们要好好努力，不然的话会很辛苦哈。啊，开道系统是承担使命，开道这个是要让人才帮助他成功哈。还有，我们也需要研拟一些哈这个互助的奖励的办法，这个慢慢来研究。比如说，什么程度贴的工资以上的，他的祖先可以注视我们的祠堂，这个我们在研究。因为保利山他们有先民敬神哦，他们点燃师可以，他们领导人说。哎呀，庄生堂这个王林给晋升两级，他们有分级，因为他表现他是车祸上升嘛，是殉道的，马上加两级，他们可以这样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研究一下，我们不要去升级了，就说他可以入世祠堂，享受香火，这是一个办法啊。还有这些两三位长期在国外开荒二十多年的，我要安顿他，他会吗？我不能不安顿他。所以这个部分，但以后有超过这个连线的，我们一样要照顾他。就是我们当然是以国内为主啊，国内为主，国内到国外去看访的，这个我们要来研究啊。那硬体设备啊，公坛希望能够明治完善。我发现说哦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他们大概60%以上佛堂是自己的，自己买的嘞，很厉害，比我们台湾厉害啊。那啊，系列建设大型讲堂。为一个忠诚目标，所以各系列，你们说哎呀，佛堂起好啊，哎，我正在礼拜，不是不想让你用，你看你拿的集合场，对不对？我们当面不是有试验铺吗？集合场，旅长在那边讲话训话才可以嘛。那你都没有集合场，每次用正在当集合场，那你不晓得，你后续就不晓得你的集合场在哪里啊？所以，这一个大型的佛堂啊，它除了本部，除非你很有钱，要到那个本部的。外面的佛堂也可以啊，不然它是最好的，传相是命好，A 七这个命哈，不用说的，哇，好用啊！下好道德前人让土地供养这个佛堂供养化，这个我慢慢的研究。所以我们展望另外的建制啊，后的顾问，希望说，我跟各位分享一下，1978年民国67年，我们设了一个堂，叫正德。1988年、77年，我们国外日本设立一个堂，那时候全部死了。那换句话说，1988经过了20多年以后，已过了10年了，20多年不到30年，我们现在是，这、就是这10年前的啊，就是我们落成的时候成长，就是因为上山的关系哦。你看前面都没有增加多少，这10年非常令人讶异的一个成果啊。再来，我们。算到今年，去年年底，啊，38年来，前后38年，我们成为88个公堂，对，这不是神话，已经实现了，而且你看看呢，都是集中在2004年之后开始翻倍了，那是不是跟上升有关系？绝对有关系。不过，国内看板不一样啊，我然后金庙呢，那是你们说啊，金庙畸形。国外翻到快3倍多，国内很谦卑，就一半而已。
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，每三年一个循环，十年后是三个共党的负责人，都是一家一个共党的话，二十年后九个，三十年后27个，四十年后81个。你不要说底下是你在吹牛，没有吹牛啊，正德才38年的几个，88个，而且我们10多年前才开始33了，我们是靠很多的据点，所以各位，你们就要学据点经营啊，后面那个5点的师。他是各州的高手，你们不要忽略人，要看门道啊。他每5年就设公台，外县市，你都没有注意到，看得最清楚啊。啊，他哦，没有来学，没有往教，他只有来学，没有往教。那这里勾勒社内置业社内一体的蓝图啊，在成功路上不容易不说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想成功，可是成功它是有代价的。诚恒坚，诚心恒心，坚定不拔的心，任考不倒才把我这样子啊。那构想蓝图这里有一个对你画了很多经文去画的，这个就是有分成教育体系，然后呢无土生活体系，还有那个我们讲义里面有啊，你自己看一下。各位看哦，这里大黄色部已经完成了，光里有经典已经有了啊，健康无土品烘焙网已经有了。这个什么后面这个无毒教室，妈妈教室也有了，无毒产品的研发也开始有了，劳动部的多元方案都有了。那幼儿园的部分也是一样哦，你看有这里有正旭跟光明幼儿园，爱心教要成立，你人去的时候啊，是多少？正玉，那有没有声音？哦，荷兰玉哈。那哦，我也是大老天师的那个名字啊。爱心有正玉，光明有正旭，正点那边也是有一个正点啊，这些都已经完成了啊。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出版中心啊，这是我们的蓝图，也是我们的希望。那这个马云呢，我们跟地下就好了，人都是逼出来的啊。如果你简单，这个世界就对你简单。这是有点像善解感恩哦。要成功需要朋友，要取得巨大成功需要敌人。我们是没有敌人，就是刻苦泛滥的挫折、困难、打击，就是让你成就变高的一个关键。所以以上跟各位互相共勉。所以感谢上天的爱给我们很多的路，感谢各位给我们浅浅的提携，给我们指导，要感谢我们各位同学的团结，让我们一起心手相连。厚德固本，同心改写安阳史，你我都有份，而且我们让这个世界更好。将来，好，我们成愿再来的时候，这个大地是洁净的，那大陆是继续努力推展。祝福大家，感谢各位在我们寒冬当中来参与我们这个龙象班，各位不愧都是正德龙象，感谢大家，感恩谢谢。